这都录了第几段？第七段了，第7个小时。好，完蛋，散开。没啥问题。他已经需要用拐来辅助了。追追，因为太滑了。哎呦呦，疫苗疫苗，老哥。Nikolai, don't. The city needs that vaccine. More than I do. I don't think wisdom I've been trying to impart on you is getting through. Now I know you can't put a price on life.哎，不过卡洛斯好像好久没看到了。So let's make a deal. You go down there, battle the nemesis, and I'll recall it all and sell the combat dog. Put on a good show, and maybe I don't need the vaccine. Agreed? Good. 哦呦操，粗又长还行。哦，这也听得到。哦，原来是喊麦。怎么帮来的？怎么了？又要用地雷枪了？ Watch it, you've got company. 啥意思？他喊几号是吗？我来听他，我来听他往哪边。哎呦，没闪掉。别挡我，别挡我，老哥。
哎呦我操！哎呦被开膛破肚了！一看，没事儿啊，只是高兴而已。还有个敌人在哪儿？还去跑圈。别乱跑啊！你这干嘛？我都看见了。哇！我一次关键的闪避。哎呀，死呀死！等一下，等一下。哎呦，我操！哎。哎呦呦呦，好好好，帮我解围。发生啥？我操！要死要死的！Wow, shit. 哎呦，还是死了。
没药了，是的。差一丢丢感觉。场地上还有些东西没搜刮干净。好吧，那基本上知道了，该补货了还行。觉得三发三发火焰弹还是要，还是带个药吧，子弹还是够的。麻醉玉，雷没有用，是的，那雷要不不用。这火焰弹还是有用，把雷存了，带个药，雷没啥用了。手枪应该是够的，33发。18发火焰弹也是够的，场上还有自己。我把什么弄替换掉？停龙车。见到停了停了，哎呦一层，晚了一点点，晚了一点点。黄考选是不是可以吃个药了？然后一不小心没了。哎喂喂！
差点死。哎呀呀呀，连中了。哎呀，我操！过分，什么时候杀的？就是。哎呦，你还是上手枪！哎呦，操！起重机撞到了，呵呵，好惨。哎呀，我的武器没有了，还好多手枪子弹。出血量超大。Nikolai, where did you go? 击败了 Nemesis 还是个问号感叹号，说明没击败。三连发手枪是吗？喷子真的没有用了吗？手雷也没有用了吗？散弹枪四发，再带个喷雾吧。药带上，然后带手枪子弹。可以哦。火药，火药。四发，火焰弹、地雷弹，我操，还剩下好多子弹。那可以弹地雷弹，可以。地雷弹说：“我又有面子了。”
恭喜前进。武器规格表，哦，电磁炮，多个电源。好，什么的，最终 boss。28次打，哇，电磁炮，这个场地有点爽，炮，但是没有障碍物有点不爽，中间最好有一个什么大的场景，什么可以绕圈圈的那种。No. You, I like that. We shall make ours an ongoing arrangement. Now drop the gun.哇、哦，一大坨！Have you ever seen anything so incredible? The data on this would be worth millions. But, you know how it is. City's about to explode, and you can't put a price on life. Good luck.Nikolai! Jill! Hmm? Go after Nikolai! He's got the vaccine! What about you? We're running out of time. I've got this. I know you do. Look, just so you know, this is the last fucking time. 这个但丁打刚合适。是的，都不能二段跳滞空吗？这怎么打？就随便轰吗？手枪子弹给那么多、嗯、我操，最终战搜刮都拿不下了，这尼古拉屁话真多，就是就等着吗？Oh shit! 这他妈讲道理，人要死的吧？这个卡住了，啊，就是有的时候会卡住一个。牛逼！哎呦操，推进去一点了，哎呦，好像红了，吃了药。喂，操，原来不是硬推。这鸡还是不够硬。先拿这一边的。喷的好像真的没用了，
这演出动画有点长。操！哦，留着，我看到留着了。这每次推几个？还差一个，顺着娃哈哈走。还瘤还没长出来。好操，长出来了。来得及，好，再来一发厉害。Fuck you up！ 哦，再来一发。You。白给那么多手枪子弹，给他嘴口爆。牛逼，我操，墙都轰穿了，击败了 Nemesis。 好，最后场景也来了，太好了。哇哦，轰穿了三层。不是走这儿，我本能的想，我操，那轰出来的那条路肯定是撤离的。那哪儿？右边有个梯子，普通难度啦。专家难度还行，初体验专家难度不是很方，对，比二要短，主要是二还可以反复，三的话就一遍就完了。第二很不科学。还有吗？啊，地图都没了，操！卡洛斯，你怎么了？Promised you this, didn't I? No!
啊，碎了。Any idea what you've just done? No, no, don't care. My client ordered me to reduce umbrella to rubble. 10 minutes until missile impact. The missile has launched, and that is my cue. 所以原版三好像没有做疫苗这个桥，这个桥段来。Jamie didn't listen to me when you had the chance. 卡洛斯刚才装死。吉尔这段时间在干嘛呢？Jill, shoot him. I can't. I'll hit you. Do it. You have to. There's no other way. Carlos. 好像没有完全打中。刚才应该直接发榴弹了。Why'd you do it? There's a price tag for everything. Even letting the world burn. Who are you working for? I'll tell you if you get me out of here.I'll pay you whatever you want. You're a fool. You're a fool! If I die, you'll never find out the truth. I don't mind a little detective work.讲道理，现在坐电梯坐到 B4 的话，应该还有人防，核弹打不死。我会使用 Google。Jill, you all right? There he is.结果 Barry 没有来，官方改了官方认定的结局。I felt empty and cold as the heat from the blast washed over us. All this death wasn't caused by a monster-making virus. It was greed. Human.I decided then and there, the ashes of Raccoon City would be Umbrella's ashes too. I would end them, once and for all.安布雷拉历代记里面确实是克里斯吉尔去打安布雷拉总部来着。可以晚安感觉好像跟比二代短一点，比二代那个重置单周目要短一点，但是二代还有来回四周目，所以说实际上短了很多。
不过因为三代本来从流程长度和评价上都不如原来的二代，所以说新的也是情理之中，是吧？那么为了再加上一些赶工，一些赶工所需，所以说加了警察局，然后很多这个素材就直接拿来用，这样就更进一步缩短了这个制作的周期。所以呢，这次再加一个抵抗，给你这个补偿一下，填补一下内心的空虚，连个佣兵都没有。对啊，他原来就是想这个流程如果卖的话，也就只能卖200多，那这个价钱也不合理，所以就捆绑销售呗，402个游戏。哦，这是经典 BGM。炒的其实还行吧，这个冷饭主要就是这个流程长度的问题。把这个教堂和公园阉割，公园阉割也就算了，教堂其实应该有的，教堂戏份还挺重的。饭量少了，老生三的话其实也跟生二差不多，然后当初也是因为流程太短被骂，然后生二加入的那些什么紧急闪避之类的弹药粉合成系统算是有点新意，其他基本上跟二一样。全程这个 boss 战也就追追打了天台一场，然后那个公园跑圈一场，然后最后制药工厂两场，一共四场。对，如果说他不捆绑销售的话，那个抵抗有可能会完全卖不动，因为大家可能对这个新的系列不是很愿意尝试。但是这次新人的这个建模制作我还是比较满意的，不像二代那个克莱尔搞那么丑。抵抗嘛，虽然也不是生化，但是说明卡表也是想追寻一些突破，赶一些这个搞一些时髦的东西，就像彩虹六号那种游戏一样，可以多运行一阵子，别一个单机然后大家一天通关就完事儿了。你看怪猎不就运行了挺长时间，还不错。其实应该做一下这个爆发的，我觉得这次三代还行。
但因为我也不怎么想玩抵抗，所以说确实贵了点，就这样。主要是三代这个原版的一些东西阉割，它应该大家其实原来期望的是三代的 remake 可以保留原来的长度，然后再加一点，因为三代本来剧情就很短。结果呢，结果发现这个重置出来的跟原来一样短，虽然也加了点东西，但是也阉割了不少东西，就很惨，辜负了大家原来过高的期望。其实你想卡表一年搞出来的东西应该也不会特别那啥，对吧？不要期望过高。吉尔还把这个东西带走了，噔噔噔噔噔，六次 C 五个小时四十三分钟，快六个小时了。保存次数28次，死了六次，其实不止，因为有些是直接就读档了，没有 continue。总游玩时间八个半小时，这个才是真实时间。哎，我评价比老神话高，老神话昨天 E， 今天这是 C， 还行。追追做的有点丑。唯一建模不爽的就是追追，他那个牙齿这部分太长了。商店已解锁，看看奖励。商店可以买原版的衣服，2000点。不过大家还是会想办法去买无限火箭筒吧，60000点。电磁炮很帅，是的，电磁炮很帅，超帅。MUP 这什么手枪？雷电电击枪啊！哦，这个就是大家说的这个火刀。一般是那些喜欢炫耀的人。艾特火烧。哎，腰包也可以买，这么爽，那不是相当于一开始就可以买到搞到这些东西就直接通了。跳过那些原来的防御硬币，恢复硬币，钢铁防御。嗯，慢慢刷吧。永别的幻影室应该是那个白金奖杯。手枪780米底，帽子射一下。查理有几个？查理有20个。我操，我打了9个还不错了，虽然不少是这个弹幕提醒。AS， 不开启物品箱完成，使用不吃药。不超过一个，也就只吃一次药，那就是固定要吃药的，就是那个蜘蛛口爆那个地方。短跑，两小时通关游戏。S 好像是两小时，两个半小时。哇 ，bread。还那么多没解锁的吗？耶，那这些东西不都是
游戏当中用的东西。那模型怎么解锁？达成记录吧。好，行吧，那么书体验就播到这儿了，大家晚安，早点睡觉，明天礼拜二上班了。